哈利路亚，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这个清晨，主你亲自带领主你的百姓来到主你面前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邀请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，来恩膏我们，来浇灌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向你全然的仰望，向你全然的敬拜。哈利路亚。圣灵请你们充满在这地，我渴望更认识你，更深地经历。圣灵请你来，圣灵请我们的心，改变我心意，开我眼睛，开我耳，让我更多认识你。哈利路亚，让我再次来告白，圣灵请你来，圣灵请
总是不会改变，昨日今日到永远，从亘古直到永恒。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。你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。我凭信心，不凭眼见，为你，我活着只为你。好吧，让我们一起来大声宣告。你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。我凭信心，不凭眼见，为你，我活着只为。主耶稣，我们此刻谦卑地来到主你面前，来全然地向你来敬拜。主啊，这个时刻就是我与耶稣相遇的这个时刻，愿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地归向你。哈利路亚。世界真光，你照亮黑暗世界，开我双眼能看见。祝你荣美，使我心敬拜你，我愿一生跟随你。如今我来敬拜，如今我来敬拜，如今向你俯伏，我要向你说，你是我神，你是全然美丽，你是完全配得，你是何等奇妙，我的主。哈利路亚，永恒君王。你生命已被尊重，在高天上的荣耀，你因着爱来世间成为人子，为我们成为贫穷。哈利路亚，如今我来，如今我来敬拜，
我将生命全在你手里，献上一切给你主，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，我属于你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来向神来回应，耶稣，耶稣，我牺牲。哈利路亚。